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好，那我们要先来看这个第十六集的时候留下来的作业。好，平面上有八条线，可以把这个平面切割成几个区块呢？那其实我们可以有这个顺序的，有逻辑的去跟学生说明这件事情。我在零条线的时候是一块嘛，对不对？一条线的时候呢是两块。好，那来，两条线的时候是四块。好，那我前面有提到过齁，你要能够有最多块的话，就是要跟前面的每一条都有交到。好，跟每一条都有交到呢，要怎么画会比较好呢？我在这里给一个建议齁，就是张角不要张得太大齁。然后你想象你在画一个像鸟巢那样的东西齁。所以我现在会有四块。可以吗？三条线的时候呢，它跟前面每一条都有交到，所以它会跟这两条都交到。它切过去的时候，就会把一二三，好，这三块都再切一块出来。这样就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块。那这个我们上次稍微的做过哈，四条线的时候是11块哈。那这11块呢，就是你把原本，好，你假如先不要看这条线哈，你把原本这一块、这一块、这个尖尖的哈，这里这个尖尖的和这一块。全部都被切一份出来了，所以就会再多四块。好，那其实我们上一次这样子说明的时候就已经隐含的解释了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这一刀第三刀会把下面三块切成是多切三份出来。第四刀会把下面这样就有四块了，因为你底下这个区域你是不是有三条线就会分成四块嘛。我这一刀切过去我就会多四块。那现在你看我最下面，好，我最下面现在是不是有四条线？所以我最下面其实会有五块，对不对？所以我第五刀下去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五块都再切一份出来，一二三四五，我就多五份出来。好，原本这一块嘛，它切出来在下面这里，所以第五刀的时候其实是把前面这个再加5，那于是呢，我们可以这么说，第一刀的这个2它其实是1加 1， 第二刀的这个2是前面1加1之后呢再加 2， 第三刀的这个3是第三刀的这个7是1加1加2之后再加3。所以第四刀其实是1加1加2加3再加4，也就是1加到4是10再加1是11，所以第五刀其实是再加5，1加到5是15，再加1是16，也就是前面这个加5。那么第六刀是它再加6是22，也就是1加到6是21再加1，可以吗？好，那所以说第八刀切到第八，切出八条线的时候呢，那这样子切出八条线的时候，我总共可以把它切割成，它再加7是29，再加8是30，29 37，
那这样子就是我总共可以切出来的。所以我总共可以切出多少个区块呢？会有37块。那如果我是平面上有 N 条线，可以切出几个区块呢？就是1加到 N， 那是等差级数嘛。所以是首项1加 N 乘 N 除 2， 然后再加 1， 一开始的那一块。这样可以吗？所以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来看上一集的作业，我把图放大的话在下面。公园里有一个六边形的花圃，小明跟小华从 S 点进入这个公园之后呢，分别从上面跟下面，小明走这一条，小华走这一条，绕行，绕到这个 X 这一点的时候呢，碰头。那请问整个过程中，两个人身体在途中转动的速转动的角度的总和，度数的总和，有给这个91110115831123的。那所以这样子总共是多少呢？其实就是一样的概念，但是我们来想想看，这个一个走上面，走上面的这个人他会转过，用绿的比较明显。他会转过这个角，然后转过这个角，对不对？要注意哦，其实他还转过了，他一开始是不是头朝前，对不对？头朝前，然后他要转上来走这里嘛，所以其实他还转过了这个角，这个是91哈，记住吗？以绿色的路径来说，先走，转，走，转下来再走才会到 X。那以这个紫色的这个路径来说呢，它也是，它一开始其实也是先往下转，有没有？先从直的往下转，所以它一开始有转了这个紫色的，然后转这个外角，然后转这个外角。然后再转这个外角，可以吗？那像这样的问题，如果今天他这里不看，他有这个这五个角，那这五个角合起来就是五个外角，凑上这个的外角的话，就会是那个360了嘛。所以说呢，这样子这五个外角是多少呢？是91的外角是89，所以中间这个先不看的话，它是360先减掉89，对吧？12345，如果连这个89算进去就360，所以我只看这五个的话就是360减89，减完89还要把中间这一个91加进去，所以是362。这是这个问题，这样可以吗？再来，拿着硬币滚一圈，拿着硬币滚一圈，我们一样把图，用一个不成比例的方式放大，拿着硬币滚一圈，然后要算滚经过的面积。那上一次介绍的时候已经提醒过了，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求它解的时候要注意，我要取的是长方形，不是把它延伸，不是把这个四边延伸，而是取长方形。可以吗？那有这样子的角，你就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它不是跟它一样的。它是它的这个补角。因为360减 90,90 之后还剩180，所以减它就会剩这个。所以今天这四个角落的扇形呢，它们的半径都是，原本圆的半径是1嘛，那我现在是在滚动，所以我的直径是2，所以这些扇形的半径都是2，那所以它们合起来刚好会是一个圆，就刚好会是一个圆，
因为这样子我刚刚有提到哈，它是它的外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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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多边形的外角和。所以今天其实不管这个题目，我们上次算的是三角形，这个是 四边形。不管这个题目是怎么样的几边形的问题，它一律它最后的扇形勾出来就会是并起来就会是一整个圆。所以它是半径是2，然后这四个外角和360，所以它是一整个圆四拍。再加上半径是2，然后边长是10加，这里是10乘2，这是7乘2，这是5乘2，这个是8乘2嘛。所以是15加15 ,30 乘2是60。那这个就答案。可以吗？好，这样子。好。那我们上一集齁，这个介绍了一些侦探小说齁，那延续的上一集的这个闲聊再来讲一下齁。这个本格派的侦探小说呢，它还有一个作家蛮有名的齁，叫做这个卡尔，密室之王卡尔。那他很鬼，他很特别，他比范达因更走火入魔一点齁。就是他不但会去整理所有的线索，而且他会跟你说齁，只有主角，就那个侦探本人和他的助手讲的话是绝对可信的。然后主角所讲的话是绝对可信而且不会记错。但是助手可能会有漏记一些事情，就他非常的写实，所有的证词都可能是说谎，然后只有主角自己所想的、所讲的，在书里面你看到他自己讲出口的才会是正确的，然后他的助手不会骗他，但是他的助手可能会记错，其他所有的人都可能会记错，也可能会说谎，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那他把这个斗智的这个精神发展到极致，就是。他还去帮密室分成八大类啊，八大类，然后十几个小类这样子。就是如果是密室的话，有可能是心理的密室，可能是光学效果的密室，可能是物理的密室，可能是化学反应才造成的密室之类的，他还去分类。但是其实对许多人啊，有大部分人来说，看卡尔的小说就是太辛苦了，又不是在考那个侦探研究所。还要去分析它。那讲几个这个小故事哈。柯南，如果你们有看他的第一集，就会知道哈。柯南的这个角色啊，叫江户川柯南。那江户川呢，这是他那个柯南这个主角工藤新一他最喜欢的两个作家，一个叫江户川乱步。那一个叫柯南道尔，那柯南道尔呢，其实就是福尔摩斯的作家。附带题哦，跟福尔摩斯一样，很容易被这个拿来给小朋友看的，有另外一款类似侦探小说哦，叫亚森罗平哦，怪盗亚森罗平，他本身是小偷，但是他在剧情里面也时不时的会帮忙解开一些谜题啊。那亚森罗平在日本也很有名哈，如果有就是你们大家可能有听过亚森罗平，我不见得。日本有一部卡通叫做《鲁邦三世》。那这个鲁邦三世呢，他的主角就是鲁邦三世嘛，然后他就到处去挖掘宝藏哦，然后去这个解开谜团，取得宝藏，有点像那个罗拉啊，古墓奇兵这样的概念的。那其实鲁邦三世的这个鲁邦呢，就是亚森罗平的罗平，日本人把它翻作鲁胖啊。那因为亚森罗平是法国的小说，所以其实翻成鲁胖比较接近它的原因。所以的确是鲁邦三世是比较接近他的原因的。那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这个就是这个人他的设定就是他的孙子的意思，鲁邦三世就是亚森罗平的孙子。然后像刚才讲到这个金田一的话，
在故事里面他是金田一一，然后他说他是金田一耕助的儿子。那其实金田一耕助也是日本一个很有名的作家的这个的作品。那金田一耕助呢，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解谜的过程哦，可以介绍给大家哦。这也是后来金田一的作者他一直去效仿的一个精神，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就是说哦，比如说今天我们会发生一个杀人案件哦，假设发生这个杀人案件，然后连续死了很多人都被扮成圣诞老公公，好，假设是这样子，或者说连续死了很多人都按照这个十二星座的方式，好，被布置成十二星座的杀人现场，这样，好，那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要做这件事情是很麻烦的，杀人是很麻烦的嘛，人会乱跑嘛，然后人都已经被你杀了，还要布置成你要的那个现场也是很麻烦，所以他有一个精神就是说，一定是有一个原因。让杀人犯哦，让凶手不得不把现场布置成这样。比如说，假如说是十二生肖好了，可能其实这个人很瘦，那我在杀他的过程中用了一个什么方式把他的肚皮撑大了。那我为了避免别人发现，哦，我用这个手法，因为这个手法只有我才办得到，所以我故意把他扮成一只猪。那这只既然这个人扮成了一只猪。那没有办法，其他的人只好继续往下扮，扮成老鼠，扮成牛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是金田一耕助里面常看到的一个杀人手法。金田一耕助的作者叫做横沟正史，他也在日本也非常的有名。那刚才提到江户川乱步，他的名作是怪人二十面相，还有就是少年侦探团，就是所以柯南里面有那个少年侦探队，就是像等于算是向江户川乱步致敬的，那怪人二十面相，就是他就是一个千面人，很会变装。然后在江户川乱步的小说里面跟怪人二十面相对决的是明智小五郎。所以你看那个柯南里面有一个毛利小五郎，然后在金田一面其实有一个明智警探，就是他们还蛮这两个人，江户川乱步跟藤沟胜史在日本还蛮重要的，就跟柯南道尔一样。那这个非本格派的小说就很多了啦，后来还有很多小说，他与其说侦探小说，不如把它归类为犯罪小说。就是作者其实已经不是把重点放在找出谁是坏人了，他是在让读者去感受犯罪的人他犯罪当下或犯罪之后，或者他的犯罪导致了别人的生活的改变。那很有名的犯罪小说家就是模仿犯的宫部美信，大家都可以去找来看，都是很有名的，而且很好找，因为这个都很有名，大概成品就有。还有最近正流行的就是这个，宫野圭吾，东野圭吾，东野圭吾其实他很喜欢写这个受害者或遗嘱，就是杀人了之后，结果当事人的小孩怎么样，或者是青少年犯案。就是青少年的犯罪有的时候是冲动的，有的时候不是，就是想很多的，或者是不得已的。他如果他一开始只是人家说这个一步错步步错，所以透过他的小说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一种，就是一开始其实只是因为怎么样，然后打了人家一下，然后后来就一路的一直越来越演变，就是你一直主角被迫的犯下越来越多的罪行，他自己也很痛苦。那还有一个也是写青少年犯罪的一板心态，这个也是小有名，台湾也是很容易找到。介绍给大家啦。OK， 来把上次的作业交完。
这里有一个正方形，正方形里面有一个正三角形，正三角形、哦、要求这个点。那其实关键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哦、重点就是这一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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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边都是相等的，对不对？所以这里其实是一个等腰。虽然现在这个图看起来有点不像，一点点，可以吗？然后那这个角是几度？把它算出来。它是90减60嘛，所以这个角是30、哦、等一下，三角形顶角30，底角呢180减30除2、哦、也就是90减15、哦、75度。再来看下面这个、哦、半圆形里面，半圆形里面有这个三等分点 C 跟珠、哦、然后半在直径上面有 1.1、哦、那这一题我们这样来解析、哦、其实这一题还蛮有意思的。实际上要证明起来还蛮麻烦的，因为这个对，就是要花点力气来证明。要先证明一件事情，就是 CD 这条线它三等分这个圆周，它这里60，这里60。所以如果有看，我在这里稍微讲啊，但是我们以后还会再教，我会觉得放在圆之后教会更好。那这样，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在这里会看到，因为并不难看出来，就是啊，这一条线其实跟这里是平行的，所以以这个当底的话，哈，这里所做出来的高是固定的某一段的高，这样可以吗？好，那所以说呢，啊，糟糕，出错事了。今天他要求的虽然是斜线面积，那斜线面积的话，它其实是上面这个再加上下面这个三角形，对不对？可是下面的这个三角形呢，其实会等于我现在着橘色的这个三角形 ，OK 吗？好，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着色面积它其实会等于是。这样子，那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扇形的，然后它的这个角是60度，所以它就是，对啊，这题放在这里太前面了，把它拿掉好了，把它拿掉 ，OK。那我们的今天的课上到这里啦。